的容器，耐热的容器，然后这呢是醋酸钠。哦，这个要去哪里买啊，老师？这个在化工行就买得到了。这样一罐大概多少钱？不到100块，大概才70几块而已。真的，我一直以为这种东西应该很贵。对，这个几米粒啊，蛮多哎。这个500克。哇，500才不到100块，70块。嗯。所以这个醋酸钠要准备一整瓶，对，然后水就是我们平常的水杯这样子就对了，对，好。然后呢，我们水和醋酸钠的比例大概是200克的200毫升的水，嗯，对，469克的醋酸钠。不过呢，因为我们是买了一瓶嘛，大概就是500克。所以大概一杯水，像我们的杯水24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就全部都用，不要浪费。对，好。好，我们先把水倒进来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放进醋酸钠，全部，先不用放全部，我们先让它饱和。现在差不多已经饱和了，它已经很难融进去了。哦，因为下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粒状的颗粒了，其实还蛮明显的。嗯，就代表它其实这个水已经是饱和的状态里头，没有办法再加更多的醋酸钠。对，它现在没办法融进更多醋酸钠，怎么办？但是呢，我们要让它过饱和，是，所以我要加入更多的哦，再加，对，所以就这样慢慢的再一直加下去就对了，对啊，就一边搅啦。虽然我们看到它溶掉啦，嗯，不过我们要注意，还是要把整罐都用完，这样比例才会对。那说我们节目只有30分钟，因为我们已经实验过很多次，如果加了不够的话，它就没有办法在冷的时候结晶。哦，嗯，所以一定要有适当的比例，要把像刚才那一杯水要用掉的整罐的醋酸钠结晶。哦，所以记得在家做实验的话，记得慢慢加加慢加加加，把整罐把它全部加满就对，加进去。再来呢，我们要把它放到一个耐热的容器里面。是。然后我们要确定它已经全部溶掉了，这样它才不会失败哦。嗯。还有呢，我们要把它盖上盖子，或用保鲜膜盖住，嗯，以免杂质跑进去。如果有杂质跑进去的话，它在冷却的中途它就会结晶了。嗯，可以留空气吗？这上面？留空气不需要特意留空气，我们主要是怕有什么杂质。盖住就好了。对，盖住就可以了。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把它放到冰箱里面，冷藏还是冷冻？冷藏就可以了，冷藏就可以了，嗯，了解。那所以最后拿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要很小心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因为它只要碰到杂质或者是被晃到，它就会开始结晶。所以为了保持它是这个水水的状态，所以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就要小心心的，慢慢来，不要晃到，不然等一下照一半就就冷冻了。对。是怎么样在家自制钟乳石呢？嘿嘿，那个我们桂林的钟乳石洞不是都会帮它打光吗？是五彩缤纷的。我们的醋酸钠呢，我们也帮它染色了。这边蓝色、橘色、绿色都有，都有，很漂亮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自制钟乳石了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实验要很小心。为什么？小心，会爆，不能呼吸，会爆。因为啊，一不小心它就会开始结晶了。啊，对对对。给大家看一下下，刚刚我们工作人员呢，拿过来的过程呢，只是要慢慢走，它就结晶。对，你看做这么辛苦就结晶了。所以做这个实验不能呼吸哦。真的。预备，备，开始。要仔细看喽，我们要来做钟乳石了。小心哦，老师小心。哇！老师，你失败对不对？我这么还这么久就失败了。哎，他一下子就结晶了。在这里再跟小朋友说一次，其实有时候实验啊不成功没关系，其实温迪老师也是一直在实验中这样子在找到成功的秘诀。我们都要先试做很多次。对，做很多次。我们工作人员从前天做到现在，真的。难怪。你结晶体要不要弄多一点？好紧张，好紧，这是我们最后一个，我们其他都结晶了，拜托一定要成功哦，好烫哦，对啊，拜托，拜托，不可以随便碰，拜托一定要成功，就靠它了。哎，做这个蛮久的，还有冰箱，还有什么热？对啊，要老实说，如果我们那么小心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现在，快，现在真热的时候。Oh my god！ 我有了耶！不是再更高一点吗？我有了耶！
好高好高哦！老师，这个 record 你当配套怎么样？哇！哎，它超高的，它超厉害哦！它很像蜡烛哎，真的，而且它越积越高哎，它好自然哦。老师可以当二楼吗？哇，这个量可能不够。老师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！看它可以多高。老师，你有没有我接手？好好好好，接手接手。安东，你接手，安东你接手。哇，好好玩哦！安东，你小心哦，不要太多，一点点一点点，一点点慢慢弄。好，往上往上，看它可以多高，可以多高。好紧张，不要呼吸。歪了歪了！再来再来再来快！再来再可以可以。你有没有玩的？我好接手接手。米色，我不会呼吸耶。哦，我可以在这边可以 control。对对对，哎。哎，右边右边右边一点，往前一点往前。OK OK OK， 就这个角度。OK OK， 好，目前是这样。哎，右边往前一点。他开始那个，因为手酸了啦。左边那个重量已经蛮重了。哎，OK， 对对对对 ，OK， 把它弄完吧。我这游戏好好玩，我真的觉得好好玩。加油，看看可以不能。哎，右边一点。安东，你真的很努力在看值或不值。对啊，这 OK 了。哇！我很少看，我很少看到这么长的。怎么啦？刚给我做完，我还没有欣赏到，我还没有欣赏到。可以，没关系，可以补了，可以补。我才要讲说，欢迎大家来我们家看走兵。哎呦，好好玩哦！所以这个一旦断了，就很难弄了。刚刚是为什么断？是我走路有风吗？太重了，我觉得它太重。所以你看，其他可以真的弄很高很高很高哎。对啊。啊，这个真的很漂亮。超好玩的啦。